new 的笔画非常多哈，那可以不要用撇哈，也都可以哈，因为我们书法不一定要以说标准国字这样写法没关系，因为何况我们又偏向于行书的感觉，这样左边写瘦一点，然后把整个宽度给右边。因为右边需要比较多宽度，还有笔画比较多。好，上面这边都不要写太重，过来，让整个那个书廊的感觉要出来，就靠这个寸，所以要写宽广一点，拗。